有点亏心。哎，翻！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你好。哎哎，好嘞。长白山东南与朝鲜毗邻，因此形成了东北菜和朝鲜族美食，既相互融合又各具特色的美食样态，咸香油润，鲜辣回甘，都是来长白山不能错过的舌尖美妙体验。OK， 这是哎呦，这是啥？这是鸡蛋夹吗？哎，这我唠嗑。哎呀，得拍这。哎呦，这意思。我给你拿回来。哎，这整的压力还挺大。对呀、啊，一般都是被拍的，哪的？不是，这没有用的素材是不是也对人 SD 卡有伤害啊？石锅拌饭，这是蒸的土豆茄子。石锅拌饭，鸡蛋酱，辣椒焖的、哎。这个好像是参鸡汤。不是，这都要同时放吧？你们俩。对、啊，石锅拌饭。那是拌的，像板筋似的东西，炸带鱼。那拍自己，那拍菜干什么？行，这就行了。你还你煎啊？你连吃都给拍了，啊？我也得拍。我们一会儿要吃，这个怎么转过来？就是慢慢，我这只能慢慢转，我还不抬头。主角跟随。主角，咱你看不出来吗？我是主角，哎，哎，整错了，主角整错了，哎，怎么让他冲向我自己啊？不点这个吗？点这个，点哪个？哦，像手机似的。行了啊，开吃了啊！我终于坐上了我梦寐以求的吃播。然后我先把这个饭现在要拌一拌啊，我酱呢？这个，哎，这个饭，你看啊，辣酱啊，让先把这个饭拌吧。睡前吃一口，不得是头一口观众先吃吗？不是啊，对呀、啊。没少看，哎呀，就爱看这个。昨天晚上睡觉前爱看这个了，对。啊，睡觉前爱看这个了，对。那我自己吃的，整的没用的。来，观众先吃。你看你怎么？不是，得这样。头一口，得你得拿手挡着点人看是什么菜。时尚单品，对。头一口拌饭，观众先吃。哎呦，不错。不错啊，这是叫什么延吉风味？可能这就是延吉风味吧。那你想学我学我说话干什么的？了解我创意，最后用你这句是吗？一般还有什么词儿？快。啪叽。哎，干扰我上妆。你看你这个，这茄子蘸什么呀？这个酱？辣椒焖子，好吃。我爸老爱。辣椒焖子，鸡蛋和辣椒和酱蒸的。这是茄子啊。这一顿饭其实我跟你说你累不是很好，就是不是那么来了来了是嗯，做效果要做效果，就这回不能嗯，味道如何？嗯，我来品品。嗯，我求求你们俩的。哦，是吗？捧哏了你搁这儿。没听说过，形容一下吧，绵密，很绵密。那我看见你的鼻涕，吃出鼻涕了。吃的我嘎热，多呀！你怎么吃还把衣服穿上了，反而？哎呀，你跟我说穿个白背心子不好看，谁说的？啊？谁说的？你不，你别信他的，你是最好看的。我当然知道。你就穿白背心，脱了吧这个。哎，你皮褛子都不脱。你皮褛子都不脱。你也是。我不热啊。哦，你们俩真的是，要
该你红了，就该你红，真的。热了是吗？我给你开门不就完了吗？就该你，该你火，就该你火呀。哎呀，凉快不少。你出去算一下，不是，你就出去站在门口算一下，算一下回来我就病了。哎呀，我怎么了，哥？哎，没有人，没有主角了。我怎么浪费里面有主角了？不知不觉都忘了自己在拍 vlog 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友友们，直播你这是你这是直播的感觉了。哦，不是这个哈。结束，全吃了。嗯，全吃了。咱这一粒米都不会浪费。那你把我这个也也不行。能帮帮我吗，麒麟哥？麒麟哥，我是麒麟。我不是貔貅，我不能什么都我吃，我得站会儿吧。